全部人在排队，就是为了吃这一间面。我们也是在排队，希望好吃吧。就这一个。这是芝麻酱，然后这个是soy sauce。哇！它的面团很好吃，我的是冷的。来日本最期待就是吃一圈。早上，然后你看到我这样子的打扮，你猜猜我要去哪里？哒哒，我们要去迪士尼。所以我们这边去 Disney 是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要走16分钟的路。然后今天还蛮冷的 ，But yeah， 很开心。刚刚去买的早餐，哒哒，吃饱先才去。因为我们排队要进这区，一大早就那么多。现在要排队买 waffle， 看几多人。看我看到谁？有一张嘴。这个是谁？从哪里来这边？嗨。那么它的蛋黄可以弄到会有蟹粉在里面哦。这样是 chicken curry 吃饭对吧？火腿肉的那个腥味吧，还有那个给蜜的味道。谢谢你。刚刚玩完这个，现在排队买 churros。现在才5点多吧，然后已经是很暗了，你看，超级无敌暗。然后我们现在在等我的朋友，我们要去 Beauty and the Beast Ride。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在是这边的七点半，就是马来西亚六点半。最近可是很累，因为每一天都要早起，然后早起的话一整天走到晚上那种，回来真是超级无敌累，没人吃睡，然后要早醒。今天我们要去 JR 的车站，我们要去换我们的 JR Pass， 然后就去 Osaka 今天，所以我们又要 pack 回我们的 luggage， 要去 Osaka。然后我看我们的 podcast 讲今天会下雨，然后一早上起来天真的是黑黑哦。But yeah， 你们就看我化妆吧。最近我腮红就这一个 ，from Benefit 的。平时我的腮红我也是会拿来当成 eyeshadow。我们来到这里吃这一个，然后是 curry rice， 这个是 curry 的，然后这个是他们出名的 omurice， 还有就是 miso soup。吃完了。无论呢，我今天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很多人。好吃哦。randomly 进了一个店，因为他想吃 tempura， 然后我们就来到这里。Yes. Ye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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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就是比如说，对对对。Pizza。Welcome to Nara。要吃什么 ？I don't milk ice cream。你要跟那个 dear share 吗 ？Yeah。好美哦，你看这里。很好吃一下哎，那里面是红豆，然后旁边是点抹茶这样子。这边野餐。白切一个嘞，嘿，一つで。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吃，它抹茶很软，那里面是红豆，很多人排队，走十五分钟就为了这个。随后来京都的第一餐，いただきます。Thank you.
要的。有一个网友介绍我的，很好吃。我们吃完很干净，很好吃哦，你们一定要来。是这个抹茶馆，然后我说他想要再排队。因为他叫的是洋芋爽饼，然后叫的是汤饭，对对对，很好吃，真的好吃，很好吃，很有味道，它的汤。我们叫一些洋芋爽饼，还有一些还没有来，然后这个我叫的是 melon highball， 很好喝。还有这个店是每一样都只有是350元，然后它只是 serve 鸡的东西，就是每一样都也是鸡来的。我们刚从 Osaka 回到来东京了，然后我们刚放 back 在酒店，现在走着去吃东西。然后今天会逛的是 around Shibuya 跟 Omotesando 那一带吧。呀、yeah! ，经过这个炸鸡店来买他们的炸鸡，看起来好吃。这个要 curry。先试试看，它很脆，然后很 juicy 耶，里面好吃哦。我们现在来到六 lobster， 哇哦，这是 grilled cheese sandwich， 然后过后还有这个是他们最出名的 lobster， 然后你们看那些淋雨，是下雨 ，sorry。哇、哦，这边太小了，这样子吧。好吃，我喜欢它的这个 cheese。真的好嚼，哇，然后真的不想用手。我的背后全部是。现在一个 cafe， 它就是在隔壁而已，就为了避雨来的。叫了一个 hot latte， 还有一个 banana pancake。早安，今天来这里吃早餐，这是我朋友介绍我的，很刚巧是在我们的家附近而已。我选择坐外面。叫了一个 single shot latte，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waffle， 它这边是卖 waffle 的，然后我叫的是。Berry， 这个是 brown cheese， 然后还有 sour cream。现在吃饱了，我就会去新宿谷走走，然后我想要去新宿谷公园 park 去来坐在那边 chill 一下，不懂会不会去得成，拜呀。Thank you.
好吃。那天是我们去过很多间，可是还很多人，然后一直都没有去到。今天终于来到，一来到就有位置。终于来到 park， 可是这个 park 是需要给钱的，500 yen 一个人， but 它真的很美，然后很多人来这边 picnic， 可以来这边坐坐，然后天气真的是很好。买了咖啡来这里，应该带一点食物的。我们叫一个 strawberry cream with ice cream。今天是最后一天了。check out 我们的第一站就是要去阿萨古萨，就是就已经在这边了，然后我们要去吃回一些小吃。Let's go。刚刚我们去那个 Sensoji Temple 走走，太多人了，然后今天也是太冷，差不多8-9度，所以不想拿相机出来，太冷了。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来这里去买那个炸鸡，我讲很好吃的那一个，哒啦！就 before 回去就吃完那些我们要吃的，现在才回去。啊，太少了！我是不喜欢吃炸鸡的人，可是我觉得很好吃。